那接着大 FS 等于积分一到 x 四次方 sec t dt 要求 f prime s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令 u 等于 x 四次方，那么 f prime s 也就是 d dt 的f prime s 等于 d dx 积分一到 u 啊，这边 u 它是 x 四次方 sec t dt。那因为里面的变数啊，好，这个上界变数 cu 不是 x， 那所以说它是一个合成函数。那我们可以先把这道式子对，它会等于啊，先把这道式子对 u 做微分，再乘以 u 对 x 做微分，啊，因此它会等于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，前面这一项会等于 second u， 好，直接把 u 带进去，那后面这一项是 du ds， 那 second u 呢，其实就是 second。好，因为 u 等于 x 四次方，所以 second u 会等于 second x 四次方。那 du dx 就是4倍的 x 三次方。那这里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。